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啊，这个欢迎你参加。刚下班儿，给妈妈做饭。我们现在生活非常好，孩子、老公都很好。孩子们上学呢，等一会儿12点他们就下课了。我现在在物业公司上班，媳妇儿退休3000块钱，工资有，挺幸福我们。我儿子毕业了，大学毕业，现在上班了，丫头在上学，上大学呢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我们家里面怎么比监视居住了？我被什么关押了？什么抓起来了？那让子被那殴打了，腿打断了，什么啊？年终了，腰直不起来了。你什么时候看到我腰直不起来了？你在抹黑，你说些这，他说你说的什么话都是那种。在他城里不是很聪明的一个吗？你看上中学、考大学，成绩那么好，你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你到日本去，怎么变得这么傻了你？什么？开始学会什么都栽赃了，开始抹黑了，是吧？你不尊重事实的说些这样的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，你应该感恩我们国家，你现在。给国家做不了什么，但是你不能抹黑，你不能在那胡说八道。